辅助上压力了，没有啊？王座背后是无尽的沙发，王多爷负责驴子谈话。患者的战争，我俩也是刷屏哦。割韭菜啦！你会玩俄洛伊吗？显然是不会。蒙多买单。感谢 A， 可惜了 ，W 挂上他死了，刚刚60滴血。本来是能要挂上了，但是他那个触发那个加速了。啊，可惜呀、啊！主要我不能直接E他。理论来说，要第一波交易，等第二波他没有盾，我再上。我感觉是机会，我就直接动手了。他最后一秒把疾跑开出来了。这个回头有点细节。还裸心之钢呢，好像。我不会妄想自己正被人支配。他如果能让我先破个盾的话，六级我觉得我有机会，看他过不过来吧。这个 Q 没刮到巨伤，越了 A 到点上挂大招他就死了 ，A 不到，赚一波线了。四滴流血伤害不够啊，够我就 R 了。
把他打跑，他回家再踢出来没有意义。不是看不出钱好像不够啊，再吃一波。哎，还是点我好，搞不清楚。比较捧场吧，还没掉多少血，我要死了！问这防御塔，我操！
确实想去哪就去哪，拦不住他。我交易还是不交易？交易没啥用啊。哎。Q 哇！我让君王不语，诸神消散，混沌吞噬大地。这么联系还收他，他们剑气攻势一概拦不住我。意境呢，意境他这个是被动啊，就你放不放意，他这个穿透都在这儿，就是固定的，加了就有。不影响的啊，不影响的。可能有些兄弟看这个技能没有看明白他的介绍啊，可能以为放了就没有。可能跟那个武器的大招有点像，他这个放完他也被动也在啊，他不是大招是 A 三下有一下额外攻伤害吗？放不放都有。奥拉夫放大就没有抗性了吗？那我还真不知道哎。我的鼠标呢？我操！好了，
算了算了。这力量的存在只是为了毁灭神人一律。千呼万唤者的战争，每个国王都有受限，其中有些很短命。我大招劈歪了，又站一块儿。我要按那个破败之王的。大招劈歪了，兄弟，不然这波应该能连劈啊，就不会这么丑陋了，丑杀这波是。